爸说你今天要来吗？是今儿要来。没说来有什么事吗？我爸跟我说他有一个大事要告诉我。啥大事啊？我寻思着他是不是跟我金姨两个人好了，要订婚。好事啊。但是爸，我心里有点担心。你担心啥呀？你看啊，我金姨这么优秀啊，对吧？我爸呢多少照人家金姨差一些，差挺多。我就担心俩人在一起啊，以后我爸会受欺负，就像我似的。你在我们家不幸福吗？幸福不幸福，反正我服了。你服了就行。是是，他俩什么时间到啊？应该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赶紧你赶紧收拾啊！啊、哦、啊、哦！哎，对了，门口那脚垫子我忘了啊！对对对，昨天下雨踩的全是泥，是是，那得赶紧拿这个刷刷去。爸，我来吧！不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这活我来。行，你擦地，你擦。好嘞，好嘞，快点啊、哦！哎，啊，哎呀，对了，我还得烧点水。大家好，我又来了，都认识我吧？我是赵刚子他爸。赵刚他妈了。今天我们俩人来呀、啊，是给儿子他们家送请柬来了。那天大喜日子，大伙儿都去啊！都去，都去啊！来吧，来进去吧。可告诉你啊，一会儿当着老方家人的面，你不要唯唯诺诺，行不行？是。尤其是当着你儿子刚子的面。好。你总感觉好像我欺负你似的。哎呀，起来。扭起来，啊，扭起来！谁让你这么扭呀？扭起来，扭，你明白吗？没，这是羊啊！这，哎呀，废话，反正你听懂了。啊、行，扭就是用鼻子砍人。嗯，就这样。对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让我欺负你呗。往死了欺负！行，走。哎，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爸，金姨来了，快请快请，爸，哎，来了，爸，我爸跟金姨来了，啊，停停停，等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请。谢谢啊，请坐。凉。凉。热了。茶。哎哎哎，茶。不烫，不烫。今天我们说话，你们大家，我们两个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什么了？大金门，你一句人话也没说呀，请柬。请柬，对对对，请柬。这是下边情况，由他介绍。我上厕所。哎哎哎哎哎！你才喝了两口水，怎么上厕所去了？我必须得上厕所了，我有点端不住了。哎呀！爸，我咋觉得俩人有点不对劲呢？你问问你金姨怎么回事？是我问问，这人是不是疯了？那个，金姨，刚子，来来来，您快坐，喝点水啊！来来来，给我包，快坐吧，坐吧啊！我还是坐这儿吧。别，金姨，您看您怎么能坐沙发背上呢？刚子，哎，我还是坐这儿吧。不行，金姨，您看您这么坐着，我没法跟您说话呀。刚子，我习惯了。不是，金姨，
你别坐这儿，你坐背上，我坐哪儿啊？不要劝我了，我真习惯了。你看您是长辈，您要坐沙发背上，我就只能蹲着了。别这刚子，起来，来坐坐坐坐。那行，那我也坐沙发背上，好吧？咱背上说啊。那个阿姨啊，我问您个事儿啊，这家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惨案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子啊，你也看出来了吧？啊，你爸在我们家的位置啊，可高了。至高无上哦，他是老大啊、哦！你知道我们家老二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他养的一群鸡鸭鹅、哦、那老三呢？我的地位仅次于家禽、哦、所以刚子，我和你爸在一起啊，晚年一定会很幸福，你们就放心吧啊、阿姨，我都看到了，我爸我是放心了，我现在是不放心您呐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刚子，在家里你爸是不是老虎我不敢说，但他绝对不是一只病猫。是，阿姨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这么惯着我爸，我爸这人的性格我太了解了，你否则他，我怕他这只猫把你当老鼠给逮喽。阿姨，来来来，你喝点水啊。刚子，我不敢喝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水得你爸同意我喝，我才敢喝。哎呦我的苍天哪！爸呀，这可不对呀、啊！这个，我告诉你，你爸要照这么嘚瑟下去，早晚嘚瑟出事儿来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嘚瑟出事儿来，这俩人在一起过不到一块儿去啊！我估计他两天都过不了。那咋整啊？你这么着啊？啊，一会儿你配合配合我啊，我刺激刺激你爸。你怎么刺激？一会儿你妈不回来吗？啊，我就用他这招，我表演出来让他看，我刺激死他。管用吗？你看一会儿，万一我这不管用，你跟大米粒接着往上上。行行行，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嘛呢？给我水喝。那你渴吗？我不渴。干了吧。哎姨，哎呀，亲家你们俩来了。别愣着，有点眼力劲儿。反正也没眼力见，我自己拿自己拿，哎呀，你说这么多东西让人家给拿了，哎呦，轻点儿。啥时候才回来？几点了？看个表。这什么时间不知道吗？啥时间呢？这还往常，这不是你给我保健按摩的时候吗？啊！你往后退。怎的？退。不是。退。啥意思？站好。这咋的了？给我梳梳头。有病吧？你有头发吗？我给你梳头。梳筋活血，知道不？我给你挠出血喽。人家给你点脸了，是不是？去，上床头柜上把我那个茶壶给我拿来。你哪来的茶壶啊？床头柜上搁多少年？我茶这么粗这么高，茶壶吗？你家这么粗这么高，那叫茶壶啊！别顶嘴，赶紧拿去！哎呀妈，有俩且呗，你嘚瑟的，你说你这人可……哎，对，你等且走的啊！哎呀，你等着，等着，你等着。哎哎哎哎，刚子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老两口一见面就吵架呀？没有，这还不吵架吗？没有，他们这是在说悄悄话呢。就是悄悄话，是。这是他们平时最温柔的时候，啊！不信你们一会儿看他两口子，比我们俩还温柔呢。哎，我让你装着点，对了吧？哎呀，你说这人呐，就怕惯呐！你说这家惯的，哎呀，给你拿来了，你的壶，紫砂的，瓷罐不？那叫紫砂的，紫檀的。就这就递过来了，那咋地呀？你试试温度，别整太烫了，再把我这个大嘴唇子烫秃噜皮了。哎呀，烫不了你那大嘴唇子，这是温的，你尝尝。要不温，你看着啊。哎呀，这也太温了。不是你，哎呀，你这人我真跟你没整，这我不打过你，我做饭去。哎呀。这啥玩意儿啊？请柬俩字不认识啊？哎呦，请柬呐！这么说您二位要结婚了？他俩要结婚，你兴奋啥呀？有你事吗？做饭去。我做不做饭，关你屁事儿。不是咋的？你等着啊！你等着。你等着。有俩钱我给你留脸呢，你知道不？你看看。那爸呀。
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。这都是我把他给惯的呀。是，我今天晚上你看我怎么归拢他。对，你就这么当姑爷呀？没事窜当的老丈人跟老丈母娘打架。刚子这就对了，男人在女人面前就得绷起来。大美人回来了，看你的了啊、哦。明白。嗯。哎呀，我回来了，爸。哟，爸，金阿姨，你们来了。哟，请柬。哎呦，你们二老这是要结婚呐？哎呀妈，太好了，那以后就不能叫阿姨了。刚才你说咱们应该站住。啊？什么干啥呀？你说你一进来你叭叭叭叭叭叭，你叭叭什么叭叭？我叫阿姨叫啥呀？那还能叫大姐呀？啥时候说叫大姐了？这怎么还学会跟我顶嘴了呢？不是，我是说人结婚了，咱就得改口了，得叫妈。哎呀，你还跟我妈妈的你还反了你了是不？刚才你今儿咋的了你？什么叫今儿咋的？哪天我不是这样？你什么态度啊你？什么态度啊？这不是跟你平时说悄悄话的态度吗？大米啊，怎么大喜的日子你不得展示一下吗？什么展示？这两天跳没跳广场舞？我跳了。汇报。啥叫汇报啊？就是跳舞。是在这儿跳啊？当然，女人不伴舞，男人怎么谈话？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。你要吓死我呀你啊！不让我在这儿跳，不行，跳他不让你跳，你也不能这样。别吵！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你媳妇呢？这怎么能叫欺负她呢？我们是男人。对，我这是跟我岳父学的。你怎么不跟好人学呀、啊？哪个是好人呢？跟你爸学呀、啊。明白，大明，把那茶壶端起来。干啥呀？渴不渴？不渴。干了。你看见了吗？这就叫男人。男人不能这样啊！男人不能欺负女人呐！这一根头发没有，让人出什么头发？这个。这么棒的体格，你让他跳广场舞，他练得下去吗？人家不渴，非得逼着人家喝水，要认妈还拦着不让认，还让人叫大姐啊！进门就进门吧，换拖鞋吧，铺红地毯吧。最可气的是，还嫌这沙发凉，还让人用脸贴贴，这屁股怎么那么值钱呢？不就是送两张请柬吗？装什么装啊？不是，那爸。就后边那些事儿可都不是我们干的，是您干的。啊，你们俩这是用我的方法刺激我。对，给我挖坑让我跳。爸，来，您坐着，您别生气啊。我们为什么这样啊？我跟您说实话吧啊，我刚才看你跟金姨一进门啊，你那个状态，我怕你俩在一起不幸福。其实啊，我们在家不这样。你金姨温柔着呢。她温柔，你也得珍惜点。你是没碰上那横的呀？横的什么样啊？横的啥样？你听着啊，老伴儿啊，拿个苹果。滚一边去！就这样。刚子，哎，金姨，来，我跟你说呀，您坐着。其实你爸平时可好了，他不这样，是因为刚进门的时候啊，我跟他说让他装的，装成这样。金姨，是您让他装的。对呀。为什么呢？我是因为觉得让你爸在我们家地位高嘛。哎呀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？是。哎呀，妹子。那个日子是过起来的，不是摆出来样子给别人看的。对，哎呀，我妈这话说的真好。好，今天大伙儿都演戏，戏现在也演完了，起来。咱们现在大家都恢复常态吧。哎，好。哎，你看啥呢？蹲地去。明白。这。哎，这好的，妥了。哎，你瞅什么呀？结婚的时候我让你练的一首歌曲，你练了没有啊？练了。那练呢？不是请。请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夫妻。
夫妻恩爱还是那家话。一条水来一条远，全是我干的。